没了辣椒，没了干豆辣椒。对。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。哎，回来了。好，赶紧拨到来，马上就要用了。奶奶热嘎姜了。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。把那个冰糖和盐拿出来给我，我要腌制了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真的把我烧起来。新做的腌辣椒啊，是啊，可以吃了这个。可以啊，我来装点出来。哇，好香哎！很香哦。丽丽去叫外婆来吃饭了。嗯，好。嗯，那入味了。入味吧，已经腌了三个小时了，那肯定入味吧。是啊。来，走。好，这样。嗯，那好。